队长合作秀。加油加油加油！好，呜 ，Let's see now， 看他们唱 rap， 我给他们学学。所以哥哥们，这首歌你们想怎么去表演，或者有什么想法？那我们原本听这个音乐呢，它是应该是 future disco。对 ，right， 所以我们觉得这首歌在我们想象中应该是一个未来和过去的结合。嗯，过去跟未来到底有什么关联？你改变了、okay. 改变了过去，是不是会对未来更好呢？嗯、回到未来这首歌，歌词里面讲到1985年，就是我刚进 TVB 那个舞蹈训练班的时候，一天里面忙碌完，很期待回到家跟家人一起，吃饭生活见面。以前那种人与人这种交流是比较可贵吧。我想要被拥抱，我想要感受那个温度，所以到最后我们都不想回去未来了，我们不要在那个冰冷的时代这样。没想到最后我们最好的朋友是手机，已经不是我们原来最爱的人了，他拉远了人的距离，这是我们这首歌最后想表达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就是，主题就是 I don't wanna go back， I don't wanna go back， 他们急不投降，钻进未来，永远多么苍白。最重要的几个点呢、啊？我觉得其实把它记下来，歌词就有了。呀、我觉得这 idea 非常好。嗯哼，我先跟他们报告一下哈。赶紧问，赶紧问，另外两位觉得 O 不 OK 啊？也不能我一个人决定了算吧，是吧？突然发现我出现两个截然不同的状态。那在这边呢，就是你知道，就是那这两位哥哥来喽，要不要喝水？谢谢。来来来，多喝水。Thank you。哇哈，越来越整齐了，越来越整齐了，耶、yeah ！哥哥们主啊主啊，老佛爷要生气了，老佛爷要生气了。我不做小弟很久了，就是对啊，就是没有讲到突然怎么说话要稍微接下来时间到了，像个大学生的背着包包赶快上二楼，一进去之后全部人立正，鹏哥，鹏哥好，来来来来，真的，我说怎么样？是，我把这个情况跟我同事说说，同事说哇。判若两哥啊！哎，信，要不要试一试我最近一直在练的健身动作？七，先踹啊！可以了，太累了，太累了。练完感觉怎么样？出完汗，蛮好。再给你一瓶经典娟山有机奶喝。我现在感觉状态很满。平时我觉得啊，可以健健身，然后同时配着经典娟山有机奶。让我们的身体保持最健康的状态，一看就是你经常练的样子。我平时是有健身的，要保持好的状态，而且呢，我健身后都会喝经典君山有机奶，它每100毫升有4.0克的原生乳蛋白，对我们健身人来说是非常的好，而且可以快速补充营养，而且口感浓郁，健身有经典的加持，那自然是更好啦。我推荐11假期出去玩的朋友们都带上它，保持好心情的同时有一个好身体。让旅途一指有机满满，呀哈，好不好啊？这几天我知道你约了我们家艾斯出去玩，鹏哥居然把我们家的人拐走了，还不约我，害我难过了一下。请他来弄 rap 啦，那舞台都定好了是吧？啊，舞台没看过，还没看过，还没看过。当然了，明天彩排才看到。哎，我们在一条线上打在一起，全湿透了，湿哒哒，湿哒哒。小鹏，我爱你，好爱你。那一刻真的有点感动哎，真的叫，嘿，亲友团哎，他真的有种拉拉队来给我支持加油的感觉。你吃一下燕窝，哇，燕窝，燕窝开油了。队员打打气，慰藉一下，慰问一下。顺利吗 ？OK， 辛苦了。作为队长，就会马上，本来很累了，不累，让我挺需要这种感觉。太得了！我突然想起来，
那彩排咱们组队员就没有一个去看看队长。我真的以为是不让看的。对呀、啊，小齐哥，不好意思啊，不是，我们不好意思，我们都没有去现场去支持你。我们是来赔罪的。太麻痹了。嗯，为了一表咱们的诚意，请小齐哥在这儿给咱们跳一遍。耶耶，哎、yeah, 这个喜欢喜欢这个喜欢这个，哇哦，厉害厉害厉害，可以可以，旗开得胜，给我们赚奶粉钱。我是大当家了吧，我得去扛所有的事情，我会全力以赴。如果两个哥哥离开的话，那对不起了，另外一边我宁愿是你们了。三个队长这张牌是个不错的 idea， 队长都出来了，给个面子呗。要不然怎么赢过那些那么跳舞那么优秀的人呢、啊？
想笑多欢快，不如声音向天来，眼神里透露着关爱。 I don't wanna go back， 他们就不投降，钻进未来，被人亲吻的历史只是惊喜的片段，我想被拥抱。 I don't wanna go back， I don't wanna go back。 Go back to fashion disco 1985， not to want to show 最古的皇后，自由的枕头不该被左右。刚刚带来精彩表演的两组哥哥们一起在舞台上和大家见面，我们先把掌声送给六位哥哥。刚刚建豪哥已经专门介绍了我们丑人多作怪为什么会那样设计，小陈哥你们这边要介绍一下这个舞台这么复古有哪些设计在心思在里面。其实是就这个年代是挺快乐，就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很纯粹，没有太多于手机啊，就干嘛手机啊，就很人与人那个很直接去沟通，怀念那个年代的氛围多一点。对，其实我们三个人是未来人，我们到过去去执行任务，但是我们发现过去的人像小春哥说的那样，大家比较有人情味，人和人之间联系比较紧密，所以我们就开始反思未来。机器本来是想要沟通人们的，但是它却拉远了人们的距离，所以我们决定留在过去，不回到未来了。希望呼吁大家多跟亲朋好友、家人聚在一起，人跟人的直接接触，这才是最温暖的。没错，有道理。我爱你啊，金康，我爱你啊。三位未来人回到过去的舞台，你们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很棒，我很可爱。很可爱，对，我觉得非常可爱。就是你看，春哥的头发就好可爱，太有趣，好大爷嘞！我的头发跟你差不多，拼了！哇，不能输啊！这个时候，好。那现场的各位接下来就要把时间交给你们了，马上进行上半场加分合作秀的二选一火力值投送。提醒大家上半场的合作加